走江湖这么些年，你可知道江湖凶险这四个字？一个玄铁，得天下英豪丧命，六州风云迭起，幕后之人渔翁得利，好狠毒的计谋，背后之人不容小觑。无论天涯海角，这样的恶人我一个也不会留。你我联手，就算是十八层地狱，也不会是前天信步而已。真正的战局从现在开始，此事涉及权力之争，而我就在这权力的漩涡之中。这天下的东西，孤能与之，也能夺之。棋盘终究是棋子的棋盘，天下终究是百姓的天下。若有一日，我也想看看这天下海晏河清，盛世太平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和父兄一样，守护百姓，征战沙场。我答应过秦王，更答应过我自己，拼尽全力，定会护你周全。